大家好，我是肖战，今天由我来当小导游，为大家介绍我的家乡重庆，欢迎大家来玩。解放碑是重庆的地标建筑，这里是最繁华的商业区，一路沿着嘉陵江走，你会看到滨江路的霓虹璀璨，感受洪崖洞的千年底蕴。来到八地世界的重庆，当然不能错过穿楼而过的李子坝轻轨，还有横跨长江的索道，将山城的风光尽收眼底。我还推荐担子石老街、山城步道、瓷器口古镇，走在山城的老街，听听老故事。都说重庆是一个被火锅腌入味的城市，重庆火锅必然是打卡项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重庆，一定要去尝一尝重庆小面，我保证你的味蕾会得到狠狠满足。